厉害了，各位，乔杰力家族来了。Hello, say hello to everybody。大家好，我是少伟。大家好，我是杰亚。我们的身份证字号是 K15566183。翠友。哎呦，183，把当年最红的男团都讲出来，对，这个熟悉度就有了，对，全部都数字啊。K1，以前乔杰力的这个偶像团体都是数字，还有七朵花，还有七一八三。然后我们两个是真的第一次合作，是那时候我 K1我们演的《紫禁之巅》这个哇太经典偶像剧，然后我们一起唱了那个片头曲《风云变色》，在那边尬舞嘛，对，尬舞。要打去练武室打，要打去练武室打。哎，后面怎么一头雾水？打得很激烈，没有，一定有听过，一定有听过，都没听过。他说阿北在聊什么？对，后面你在想哦，前面这几个阿北在聊什么？对，现在不多聊，我们到后面反正我们不能聊了。是啊，我们也怕到后面。多讲一点啊，谢哥。有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看一下 MV， 要不要看一下？哇，直接看片段的啦。其实就是要打去练武室打，去要打，去练武室打。戏都没有休息，所以就流鼻血了。火气大，火气大，都没变哎。你看，往事历历在眼前，有没有？太经典了。以前哎，你们现在看以前会觉得怎么样？以前的离子烫哦，那个科技怎么可以那么直啊？哦，那是真法吗？还是假法？那个没什么，拍戏到那边夹离子烫，好直哦。但那时候要跳八家将，要跳街舞，要拍戏，其实真的很真的很累，真的累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啦。对，没想到被拿出来笑。没有，拿出来回味，那是一种趣味。